作为评估了。每一次学生都会问的，有没有出 solution 的三个，有没有出 index 哇奇，那四个 chapter 是出在 paper 读的。好的，我不要你死背东西，所以有时读好题目，答案都在里面，做完整的得现象。而在文言文里面呢，得虚实人就已经得过了。好，这个仰望仰望的两个地方上，好，我知道同学们的华文都很好哦。其实 B 的人，你听了专心听他那些技巧，你逼你们去 A 减或 A 加，最少跳一个 grade。